这里是民意的象征，是民主的殿堂。跟我摔跤很帅吗？现在真的很想要叫警卫哦，但我就是警卫。我要你去帮我把立伟选回来。不是啊，你把选立伟奖的跟你选晚上要买选回来是一样简单。晚上要买选东西回来吃，给立伟买选。走啊！老弟，老弟。跟你说，如果要你选的话，你要当立委还是警卫啊？啊？现在是当立委当是新得来的，是不是？这从来就不怎么样，是政治。我讲的从来就不是政治，我讲的是我家。狗屁！哇！我说要这里啊？什么？办活动啊？我很喜欢你，我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。谁是我父亲？这辈子最骄傲的，就是有了你这个女儿。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。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你们这些死立委！